所以我说真的，这个我们常讲说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，哈，有些时候这个官方的说法啊，就是尽信官方说法不如不信呐、啊，就是说官方的说法有些时候呢，他因为通常这个会比较站在一个给人民希望这样的一个角度，所以这样就是两派意见，一个就是说你如果不给人民一个希望，信心喊话的话，信心会不会崩溃？信心崩溃之后会不会越来越看坏，变成一个恶性循环？另外一种说法是说，你要告诉人民事实，不要让人民有这个预期心理。但是我的问题不在于说要指责政府说得到做不到，而是想要了解为什么政府做不到。那个核心，因为执行力的问题一直都是我们整个公部门的问题，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包括总统、院长都清清白白、明明白白讲说，这个2008年年底之前扩大公共建设，通通都要自发包出去，为什么还是做不到？我们的核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所以我今天我要讲就是说，很重要一点就是今天这个行政团队啊，恕我这个直言啊，就是这个行政团队哦，根本上是一群比较没有能力的好人，啊、哦，那就是说他。也许他们这个操守啦、人品啦都不错啊、哦，这个争议性很少，可是呢，能力不是最强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说今天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话，应该整个团队要一个团队的协调性的问题啊、哦。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这个管考督导这个能力的问题，你有没有把这个计划落实啊？哦，那么我们常讲说，这个有些时候你计划讲了100遍，还不如呢好好的把它落实一件啊、哦。所以，我觉得这个整个团队的协调性、团队的这一个执行力，我觉得都要再检讨。是。那么特别是，比如说你像这个扩大内需那个500亿，研考会现在有没有提出一个检讨报告？目前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说这个钱花下去之后，究竟成效在哪里？究竟花包率到哪里去了、我觉得这个报告没有看到，那我就觉得可以，人家才会感觉说，现在感觉他整个这个行政团队呢好像在原地打转，在打陀螺，是那这个而且好像每天都在救火、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战斗力、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的真实面对这个行政这个执行力的问题。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个节目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失业的问题了哈。其实政府真的提了非常非常多的救失业的政策，我们再稍微整理一下，包括扩大公共建设，这个预计可以创造出121000名的工作名额了哈，大概4年要花5000亿。立即上工计划本来有一些名额的限制，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是无上限，要花1亿多。充电加值呢是要创造200000的工作机会，短期就业是73000人，中长期促进就业是52000人。换句话说，政府其实是真的很积极在提出计划，可是我们一直在说奇怪，这个计划怎么都没收到成效。我们再来举赖会呢，大概提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这样子的图，这张图在公司有话好说的网站上也可以看到，这个资料来源是劳委会了哈。他说失业劳工的部分呢，不过我们也请教说，也希望现在如果说有就业问题的劳工，可能要注意一下现在这一张手板，就是包括说有社会保险的需求呢，打这个02-2396-1266，这个有包括失业给付，还有失业劳工眷属健保的这个补助的部分，还有中低收入身心障碍的补助的这一部分，然后就业服务呢，咱一直讲0800-0000-7778888这个点位，然后职业训练0800-0777-888，创业辅导也有这一支电话，然后遇到所谓的子女需要所谓的就学的协助呢，也有这一支教育部跟教育部一起合作的。住宅贷款付不出来，也有住宅的协助；社会救助也有1957的这一支专线电话；心理辅导可能面临到自杀这些问题呢，也拜托赶快打电话0800-788-995，救救我这一支专线。然后劳资争议有202台北的8590-2829。换句话说，我要请教肃清了哈，政府不是没有在做事，政府真的做了很多很多事，效果为什么没出来？我觉得重点就是在于他们做这些事情或做这些决策之前，他们获得的资讯是不是正确的，或者刚才老师讲的，你是不是一个全面性的规划在做这件事情。以他们这一次推出的这一些失业的这些措施或干嘛，我说第一件事情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是哪一些人在失业，哪些公司在裁员，到底是哪些在做无薪休假？他之前呢完全不敢叫人家通报嘛，后来可能通报之后也是乱七八糟。那比如说他最近呢，昨天我们院长不是就跟我们的劳工的领袖们，就是昨天他也
坐下来好好听劳工的意见、啊、坐下来联谊。好，重点来了。第一个，其实老师刚才讲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这也是我一直觉得这团队他很遵循他这个体制，法是怎么做，那个我就是这样做，他就是哦，我来很乖宝宝型的嘛，好，乖宝宝型。结果是什么？有时候你不一定听得到真正的声音。比如说你现在，你明明就知道现在的很多全国性工会都是国营或公营事业的劳工，他们来当领袖。我试想，现在最惨的一定不是国公营事业劳工吧？他们应该是相对现在最稳定的一群人吧？你叫他们来代表台湾的民众跟你说我们现在什么，你觉得这对吗？好，第二群是什么人？除了这些国公营事业的劳工之外，还有很多是那种职业工会。说实在，我们相信有很多无固定雇主的职业工会的劳工，他们现在也很辛苦。可是问题是，很多他们的领袖也其实不是劳工。所以你今天坐下来花两个钟头的时间吃饭，或者是对谈，或者是甚至半个小时来拍照，结局你这么多的比例里面，有多少是真正去走到第一线去看到那个现在劳工惨状的人？这重点是，如果你没有连现在我们的状况的蓝图，你都没有先正确的架构，你怎么做一个正确的决策呢？所以你会认为说啊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公部门促进就业这个不错啊，促进就业马上可以就是获得大家这个中高龄找不到工作，我给你做半年嘛，就后来造成是什么？他们叫团进团出嘛，因为他不知道说，哎，我上有对策说，来高雄市政府你有几个名额，他说有600个给你好了，结果600个是说第二天翻脸就跟他的清洁公司可能就说，那你要不要就是我们解约了，你这个派遣的你就回去吧，那哎这些人打包那群人来上工，他不知道嘛，因为他只知道哎我有个想法这个很好，那你们去做，结局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嘛，所以他现在的问题一直在于说，你还没有去真正看到你这个整个的惨状到底什么严重。比如说他们之前说，他们那个有不是在机场会有些空地勤的公司帮忙那个吗？他就说，其实他以他们这种公司来讲，最惨的还应该是上个月到这个月。他说，因为他们那个货机啊的数量已经少到很可怜了，几乎都是客机。那结局就是说，他说以前你一直想象说，哎，应该只有出口少嘛，哈，所以只有出去的比较少。他说没有，因为进来的也少，因为你内需萎缩嘛，大家都这边勒紧裤带，所以连进来的东西少，他出去都进来都少。他在想，是不是现在飞机都要？之前不是有一家航空公司把他的飞机封存了几台吗？他说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最近全部都要去封存起来，因为根本没有什么货要进出了。那这些状况，有时候你不能听这些，你体制内啊，什么几大工会、几大什么啊，我们坐下来谈。你之前说啊，你去街头走透透，结局是，你昨天居然愿意花半个钟头在那边拍照，那人家临时提案说要讲三分钟的话，你们就说啊不行嘞，时间不够。就桃园县产业总工会毛振飞理事长，对，他不让他讲话。他们就说啊，这个因为有时间哈不够啊，他的时间都是排定的，那这个就是就不要让他上去，不要让他临时发言。我想说，你都来了，你都愿意做这么久了，那人家提案也准备好了，三分钟就算再难听的话，你就给他忍着过去就好了。这个团队很可爱，他好像坐来，我常常在想哦，你今天要来坐下来听谏言，照道理你要做好的心理准备就是，正常的情况是不会有好听的话，因为现在除非你面前是一群吃香喝辣的人，不然有什么道理现在这种景气之下大家会去跟你说哦你做得好棒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本来就应该，你旁边的幕僚是我们就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今天就是来接受震撼教育。就像他们工会的人说，我们不哎，工会，我就他们讲的话我觉得蛮心酸。他说，我不期待你刘奎能够体会我们的感受，可是我们希望你至少从知道到变成了解，而不只是知道。知道可能只是你的部下报告给你听啊，有这件事情。他说，我希望你至少要从知道到了解，你如果没有进这一步，你永远都，他说他不敢，希望他能体会他们，但是他真的要了解现状到底是什么样。那你知道吗，我为什么会了解这个失业或无薪休假的问题很严重？这个是在去年八月的时候，我们做第一次的无薪假，要求收视率好高，我吓一大跳，这个问题这么严重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公司以前我们收视率都蛮低的，然后突然间收视率飙高，你就说，哎，很惨，真的很惨。那可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把很多矛头都指向政府，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，失业的问题这是全球的问题，必须包括执政党，包括在野党，包括学者，包括劳工、老板以及媒体一起来合作。今天那个在野党民进党提出了一个东西，就是说现在98年的政府总预算是依照我们的 GDP 是5点多来编的，那现在降到-2.97%，是不是要重编？另外他提出要统删1000亿以上的这个预算。可是刚刚我们也谈到说，力度可能不够，时间可能太慢，然后执行又有问题。我想请教李老师了哈，现在整个重编总预算以及统删1000亿，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？